14日，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，扩大战争，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，就在今天早晨6:15，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。10月18日，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，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，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。今天是第5天。我是七连连长，营长，你等一等，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。指导员，你来听。是的，营长，营长，我是七连指导员。营长，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，代价很大呀。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。是的，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。报告连长，敌人又冲上来了。营长，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。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。喂喂，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。喂喂，2号观察所吗？怎么？主峰情况怎么样？什么？烟雾太大，看不清楚。怎么搞的？喂喂喂喂，参谋长。喂喂，直接跟三营通话。喂，叫三营。三营长吗？我是参谋长。什么？叫他说慢点。你说话慢一点。嗯。嗯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好的，三营长报告，4连长敌人又用8个连的兵力，同时向我3连、6连、7连阵地进攻，重点还是在主峰。到现在为止，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。7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。通知三营长，命令7连
一定要坚持的明天破晓。叫三爷。八连连长还没到，不会那么快吧？报告，进来。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。怎么，是一路跑不来的？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。警委员，大杯水给张连长。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？交代了，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七连阵地。你过来。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，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。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，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